者刘庆侯台北报道，台北市警万华分局今日凌晨4:11取接获通报，指称辖内治安热点之一的新据点 KTV 又发生酒客打架事件。警方赶到现场时，涉嫌打人的林姓男子一方已搭计程车离开，剩下受伤的陈姓男子等四人在场。警方随即通知救护车将四人送往台大医院治疗。警方调查313包厢的陈、卢、刘、柯姓等人与356包厢的林姓男子四人原本互不认识，因酒后双方在店门口等候搭车时互看不顺眼，接着出声互呛，进而引发肢体冲突。陈等人遭对方持利刃划伤额头、腰部、手部等处受伤，送医后并无大碍。警方到现场时，林男一行人已经匆忙搭计程车离去。目前警方调阅相关监视器，还原现场发生状况，并通知林姓男子等人到案说明，以厘清案情。